今天张国伟讲的话哦，那我们要请世聪哥带我们来看看了。这个星宇航空，很多人对他其实是寄予厚望，对，很想去做客看，因为他说他是这个飞机界、航空界的爱马仕。对，事实上星宇明天就要挂新贵了。那目前其实呢，他们挂牌价是12块，但是新贵价其实听说有哎，未上市价听说有人买到25、26块，对，所以大家就看他明天到底这个价格会怎么样。是，那我觉得他未来跟这个长荣的比较，我觉得也会非常有趣。是，大家可以观看他们兄弟之间怎么样。去那个，那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在昨天也是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他前一天刚辞去了丽荣的董事长。那昨天的讲法里面来说的话，第一个是他马上就发下豪语，他昨天的办的这个法说会，哎，听说是挤爆现场，是人家都进不去的一个状况。他第一个讲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台湾不是只有台积电要做这个护台，台湾的护国神机啊。嗯，那昨天的这个法说会里面，他其实是火力全开啦，他是讲了非常多台语，然后也讲了非常有趣、金句连发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再人家问他说，那你明年会怎么样？他说明年营收可以冲50亿，那预计是可以获利的。那2024年呢，应该是可以申请上市的一个状况。嗯，另外一个就是货运。因为有人问他说货运是怎么样，他说了，货运哦，他说以前的货运是撩不要见，他说因为后来呢，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，大家才变成是什么圣母玛利亚救了这个长荣跟华航一命，那他也觉得说其实。2040年之前呢，他蛮看好桃园机场的这个货运量会可以达到402万吨，所以他说他可能会跨入这个货运这一块，但是飞机他还要再买，他说可能会买这个777的这个飞机或是什么的飞机，他说反正他会买这种比较轻量级的这个飞机，可能有可能会跨入这个货运的这个市场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他讲到这个竞争对手。他说一个竞争对手，一个一间60年，一间30年，这个60年的当然就是华航了，对，那30年的就是长荣航空。他说我绝对是规格的制定者，哇，讲得非常臭屁哦。他说他是后进者，对，但是呢，他说反正呢，这个硬体已经没办法改，但是他认为说我的硬体、软体各方面的话，一定会比长荣、华航更好。那他们能够做的呢，他们就会超我。那至于要赶上我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哦。虽然其实他昨天讲的话，其实是豪气干云的一个状况，那你可以从中间也嗅到，他跟长荣之间其实是真的就是好像隐隐要互相对抗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现在的这个状况。好，那我们就讲，事实上那星宇航空要怎么样来突出他目前的这个状况呢？是，当然人家就问他说，那你为什么能够这个这几年在做什么？他说在过去的这个算是不能够飞的，或者说在疫情的33个月的时间里面，锁国的时间里面，他说呢，我们目前在做一些事，包括说人员的这个训练跟准备，另外包括说运筹还有维修的这个工厂，我们要其实。长荣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，在这个包括说像张荣发生前，或是张国政，或是说其实像张国伟，他们其实有非常蛮大一块是 focus 在后端的维修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长荣航太公司嘛，对，那他似乎是也想要把这一套搬到这个地方来，但是让张国伟回来台湾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时间点，他不是一开始去长荣航空，他其实在长荣航太的维修那边去维修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当长荣的董事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也常说周末就跑去那边对对对维修飞机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其实是对维修是蛮有兴趣的，所以对机子的这个，他不只是飞机，不只是有飞机的执照，他还有维修的执照，对，所以你说他其实他是对这个有兴趣，那这个我觉得一条龙服务来说对他会有好处，所以也就是因为他有维修的概念，所以他买的都是空中巴士系列的，对对对 ，A321 啦，330啦，或者说350等等，他就是完全都是买这个空中巴士，因为你如果买一条就是空中巴士，你要维修起来也都比较方便，你的这个所谓维修的费用，你只要一条生产线，对，那这个零组件你可以多买，因为空中巴士一定是互相规格应用，那如果你两条，你还要照顾波音，还要照顾空巴，其实成本会增加非常多。是，另外他说他主打三个这个市场啦，包括北美还有东南亚的这个市场，还有跨洲市场。那他说他不打这个价格战，这是他在这个今年约莫是这个6、7月的时候，他有办一个说这个就隔了很久之后的新机飞航。那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看到媒体的这个报道，里面他的这个装就是类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这个各家媒体都有去。那这个画面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其实他的内装或者说他的这个。感觉跟一般的航空公司不太一样，对，因为所以它其实衣服也是特别设计，那整个桌椅的这个设计的啊，整个配件组装，其实跟过去的飞机是不太一样。是，那它主打所谓叫无感的这个体验。我们要坐飞机就这样，过去可能坐飞机你就觉得说，好像坐飞机都有一个那种说压力舱的那个味道。
对消毒水的味道。对，他说呢，他有一个专属的香氛，他这是找台湾的知名的公司打造，就很像饭店。如果我们去知名的饭店，因为饭店都有一个味道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个香味的香味。对的，他说他也要这样子，所以让你觉得说，嗯，你的嗅觉会不太一样，是，再让你听觉也不一样。他听觉他也是全部都换成新的，他全部打造就是专门为飞机上这个状况。另外让你吃的，你看他吃的，他还找这个米其林一星商务舱找米其林一星啊，就这个 Long Tail 在这个敦化南路这一家，对他打造了一个这个餐点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他说什么？我们里面还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，包括说他最近呢可能会吸收一个所谓的这个知名的饮料，它有很多特调的饮料。这个说张国伟都是说我去喝过的，或者说他会有一个这个咖啡的潮牌进来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会有引进甜点，像全伟家的这个所谓甜品也会进来。对，那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他会卖一些周边产品。所以星宇他有一些星宇小物，是像这几天大家不是在买 iPhone 14嘛，对不对？14 Pro， 他最今天推出了一个他的这个壳。对对，是 iPhone 14的这个外壳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其实他用很多，我觉得是用他的品牌力，然后用了品牌力在，他当然很维护，在很提升他的品牌的这个状况之外，他也懂得用他的新语品牌去创造其他的商机。所以为什么他说他明年就可以获利？我觉得其实以如果真的这个疫情过后之后，然后开始观光旅游人潮都出来，我觉得明年获利是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世荣哥，其实他讲到一个很重点，他说他当规格的制定者，对，大家去想他当初在做长荣的时候，他的确有很多创举，比如说飞机上讲台语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在飞机上就有固定的音乐啊。像昨天大家应该有看到长荣有招待记者去嘛，他又就有新的这个飞机嘛，对不对？那所谓像什么 Hello Kitty 那种所谓特别涂装的飞机，对，这个也是从这个都是张国伟先想出来。那你看现在长荣也在做这些，那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些过去你做，他一定会被这两大公司 copy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看。张国伟，你要做出什么样新的这个？你既然说你是规格制定的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规格可以让你玩出来。对。